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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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这不是我妈那个奖杯吗？啊，刚才我想给她擦擦灰，拿起来手脚没配合好，掉地下摔两半了。爸，完了，爸你摊上事儿了，你摊上大事儿，来来来，你进来。爸呀，这可坏了，这个奖杯是我妈演最后一场的时候剧团送给她的，这就相当于她的终身成就奖。这是他的心头肉啊，你把他摔碎了，我妈不得给你急眼呐。刚才爸求你点事儿呗。啊，一会儿你妈回来你就说这个是你碰碎的呗。爸呀，我怎么觉得你最近向钱顺风那方向发展呢？不是，我跟钱顺风还是有本质区别的。钱顺风是偷着给你挖坑，我是明着把你往地里种。不是，你是种完了拿开水直接浇啊？不是，你要不把我你妈回来我就毁了，他还不往死收拾我呀。哎呀，他怎么收拾你呀？不就是让你那蹲个刺儿球吗？蹲个仙人球怕啥呀？还蹲个仙人球，你说的咋那么轻巧呢？那蹲那一下遭罪一宿啊，上半夜做球，下半夜好刺儿。哎呀，那咋整啊？这样，爸，不要紧，我那有胶水，我给它粘上啊。行行行，你回来吧，你这招根本就不行，你粘上能看出来，早晚让他发现了，不还是事儿吗？这躲了初一，躲不了十五。那咋整啊？我有办法了啊！一会儿你妈回来，嗯，咱让她亲手把这个奖杯碰碎了。不是，你这还用碰吗？这不已经都碎了吗？不是，你那是碎了，但是你回来你看看着这样是不是好的？是好的，对不对？一会儿他回来咱找个机会让他一碰，夸没我事了。你这难度也太大了。不是，你配合配合我吧，刚才这么多年我对你不错，你帮个忙行不行？谢谢你啊，谢谢啊。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哎呀，你们俩拿我奖杯干啥呀？那个，我给刚子讲一讲你这个奖杯里边动人的故事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太出乎我意料了。刚子，哎，你说我跟你爸过了大半辈子，头一回听说他背后夸我。妈，妈，这我得跟你实话实说啊，我爸那是经常背后夸你。哦，说实话，在我爸心里没有谁，装的就是您老人家。我跟你说呀，妈呀，那个妈、啊、那个妈，那个这个动人的故事是老感人了。是感人，非常感人。那么感人呢？啊，讲到哪儿了？还没讲呢。还没讲就感动这样啊？一般我们都是先感动完后再听故事。那个刚子，哎，你妈回来了，我就别讲了啊。这都你妈的亲身经历，她自己讲更感人。对对对，那我从哪儿说起呢？啊，对了，我从这儿说起啊。想当年吧，我在退休之前团里最后一场演出，当时我们去的那个屯儿叫靠山屯儿。哦，我们演出队伍来到靠山屯儿啊，那农民朋友老热情了，在田间地头给我们搭的舞台。哎呀，那场面彩旗飘飘，锣鼓喧天呐！低了，那观众人山人海，座无虚席呀、啊。高了，当时我这第一个高腔甩了出去，那观众掌声雷动啊！哎呀，我跟你说。哎，可不是像你们现在这个鼓掌啊，那时候鼓掌一骂是夸夸。你碰着
不是我。谁碰的？我碰的。老伴儿啊，你要不愿意要，你给我，你把它整坏干啥呀？这不是你刷盘子刷碗，这是奖杯呀、啊！你以为这奖杯是我的？没事，你扒拉过来，扒拉过去啊！老范头啊，这奖杯是我的，它不是你的，你干嘛生这么大的气呀、啊？这奖杯是你的，连你都是我的。爸，干啥呀？差不多得了，我妈也没说啥。他还得说啥呀？犯这么大错误，他还说啥呀？千言万语也弥补不了他的错误。过去我犯点错，就让我做仙人球。今天你犯错误了，咋办？让你也做个仙人球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什么好？你就别跟着添乱了啊！刚子，哎，我被评为咱社区优秀家属了啊！看看我的奖杯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太漂亮了。嗯，大米啊，啊，我的好大米，你这么多年的努力，终于得到大家的认可了。嗯。